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要你计算哦，这个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2012跟它一样嘛哈，1999、1998只差一啊，所以我这个哈就把它写成多少呢？1998加一，然后把它展开来，展开来的话，上面的话是多少呢？上面是2002。乘以1998，啊，加多少啊？再乘进去嘛，加2002减1234，2002减1234，哇，这是768加上2002乘以1998。好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刚好是768了哈，2002哈，减掉1234，这是八嘛，九减三的话是六，那就剩下九嘛，九减二是七，所以这个是768。那这个跟这个一样嘛，因为768跟它一样嘛，啊，这个跟它一样，所以一比的话就等于一，所以这题答案是一。